这是一个拨杆，那木盒从这里插进去啊，这是一个编码器的轮子，这是开关机的电源和打印的开关，也是它。然后这是一个 Type-C 的充电口啊，大致就这么个结构。这是一个木盒的保护的盖子啊，直接放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开机。开机的方法就是这个按键长按，大概两三秒之后就起来了。那么界面就是这么一个界面，来，显示屏对近一点点，显示屏对近一点。然后这里有编辑、喷印、设置三个这个菜单啊，简单介绍一下，从编辑开始好了啊。编辑做好之后呢，这里就是我们用笔啊来操作这个机器。我们比方说你要删除这个东西，你就点删除啊，点删除，我这里啊选中了，点删除。哎，这个有点不太对，我们先要叫屏叫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机器好像屏幕好像有点不太对。那么叫屏叫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里有一个系统设置，有一个叫屏幕校准啊，点一下啊，正好我们把叫屏的方法也学一下。这个小的手持喷码机跟我们大的手持喷码机，它的操作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如果你玩过之前的类似于啊我们的这款机器的话，其实它的操作界面和 UI 界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，没有任何的操作难度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回到刚才的编辑界面，大家对近一点，然后我们要把它删掉啊，删除，现在就是触控是零的了。然后我们要添加文本啊，你可以添加文本、日期、技术、图片啊，含不浪当这么些东西啊。我简单就是以文本或者日期举个例子啊，大家可以自己玩一下。那么就出来这么一个界面啊，可以阿拉伯数字啊，英文字母 ABC 点一下，就是这有一些外语输入或者拼音啊，我们要输中文啊，果歌我果啊，输个果字就上来了啊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这里符号就是符号了啊，都有打勾啊，编辑好了。编辑好之后我们可以放大放小啊，哎，放大放小，往左往右啊，啊之类的。然后我们想全局的看啊，啊这个就全局的看，上啊下呀、锁定啊，啊这都在这些界面里面了啊。那么编辑好之后我们得打印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要打印了。哎，你可以打印了。那我现在墨盒没装啊，墨盒没装啊，我们开始打印就打印了啊。那我们在不点打印状态下，我们可以把墨盒装上去啊，保护卡夹拿下来啊，墨盒就这样子塞进去，45度角插入啊，这个大概有一点点的，可以显一点啊。好，插进去，插进去的时候呢，注意一下角度的问题，把这个拨杆放到最下面来啊，推到最前面去。好了，拨杆拨上，就可以去打字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喷印，点开始。啊，它这里先等待喷印，其实就已经在喷了啊。我们这里摁一下，松掉轮子走，啊，就喷上去了啊。这个木盒因为是个旧木盒，所以它打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，我们就不管它了啊。大概意思，哎，再摁一下，哎，喷上去了，就这么个过程，对吧？那么好，大概多长时间了？三分钟了是吧？好，四分钟的时候告诉我啊。然后我们比方说还添加其他东西，也就这里啊。那么这个讲的编辑大概内容是这样的啊，点喷印就是我们刚才的喷印菜单，然后设置菜单就关于机器的一些日常设置，比方说我的声音要不要啊？时间不准了，我怎么校准啊？文件怎么导入导出啊？啊，看一些机器的版本号啊、序列号啊、屏幕屏保啊、等等吧。然后语言啊，这些的话呢，后续我们会实际的做教学视频或者说明书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仔细再学习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视频大概就拍到这里。